哪个队？这个都不用说吧，你这样对别人不好，你就要这样说。我们还要谦虚一点。虽然我们队的名字叫颜智双超队，就是说颜值还有智商都超过的意思。那侯博老师有看到今天晚上最后期的时候，有自己有流泪，有被感动到？流泪，自己看啊，感动挺感动的。那对那天结束的时候，心里边还是挺不舍的，挺难受的。那好像看微博，然后是发了几张照片嘛，然后所以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和解还是怎么？咱们现在就回答一下吧，回答一下吧，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其实放下对彼此都好嘛，对宝宝也好，我想。放下自己的包袱，放下很多痛苦。那现在好，现在的演员也是层出不穷的，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不会啦，这一定要很多这种新血、新生命力，大家才会娱乐圈越来越蓬勃嘛。其实呢，今天呢穿 legging 呢，这是裤子，这是有一个拉链的。然后今天穿这个裤子呢，是因为我们等下这个红队的那个筹款的这个才艺表演里面，我会有一个需要一些动作的一个表演，所以就希望可以行动方便一点。我当然是颜值最低的那一队，黄渤队。啊，开玩笑的，博哥对。但黄渤老说自己颜值最高，因为那个又有林志玲嘛，又有黄渤。就是为了要找志玲来帮他衬托他的帅嘛，对吧？没有，我们要把平均分给拉高，因为有这样的队长，所以这次队长会把我们组织在一起，然后探讨一些可以获胜的，就是诀窍和法宝。队长是小明哥是吧？不是，是超哥。能先给我们透露一下你的诀窍或者决胜法宝？决胜法宝，我跟你说，其实超哥还没有透底，完全都没有透底。他大概告诉我们大概几个方向，然后我们呢就是随时，就是跟随他的指引。大家都认为是颜值担当，因为刚才黄渤老师说他是颜值担当。他是那个类型的颜值担当，对，一定会有人喜欢他那一款，而且他有实力，靠实力征服很多就喜欢他那款的观众。您觉得您靠实力还是靠？我也靠实力。黄晓明要组合了，我会去。可能小明哥在我们队中就整体提升了，对。你是？我是小明哥的队啊。对呀，对呀，那记错了。小明哥是黄队吧？对啊，我跟他记的时候，我也说我应该是黄队，后来他们说我就是这个，我就拿这个，有点混乱。那你对黄渤他自诩颜值地位这事？黄渤哥，我是看着黄渤哥的作品长大的，对，所以他说这个话，我确实很信。那你觉得你是颜值担当吗？在小明哥的队吗？我觉得小明哥应该是吧。今天是跟孙俪姐还邓超一起组。我今天是红队，我不知道。我是红队，我不知道超哥是在哪个队。希望跟他们一组。
因为今天还有一堆新人，就是也还蛮关注，蛮受关注，就是小明跟 baby 嘛，就是要不要？因为马上10月8号就大婚了，要不要送一些祝福什么的？啊，祝福小明哥和 baby 能够，天长地久，永结同心。两位都是这只鲜肉担当啊！今天出门之前有没有想说，哎呀，我要好好捯饬捯饬，然后赢了另外的鲜肉？有没有想过？鲜肉不捯。嗯，我觉得。没有想过吧，就是好好的，就是安安静静的走个梦想，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对，有人说鲜肉不需要打扮，只需要露肉就好。那还是打扮。对，打扮，对，打扮最重要。韩萌，你稍微快点。粉丝知道你，这个吉他号是什么？哦，知道。我觉得挺好的。对，不是啥好。他是啥号？对，觉得这个称号挺可爱的，对，以后会把这称号改成聪明的称号。因为刚才黄渤老师说他是大大队的颜值担当，两位认他认同他这个观点？认同，绝对。那捐捐了一块，让你们最羡慕的样子。气质，大将风范。会不会觉得刚刚那回答还慢一点，不走心？偶像嘛，对。对。你觉得你最保鲜嘛？保鲜。没有，我觉得保鲜，觉得我觉得无所谓，顺其自然吧，我觉得。那21号小凯过生日，收到杨幂姐的祝福，心情是怎样的？啊，心情就是特别开心，也很激动，就是，当时是因为收到祝福的时候还艾特错了一次。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玩的。你们会想要渴望长大吗？会想要渴望成熟吗？还是说要永远这样鲜？我们倒希望是换一种风格，像今天的衣服啊、服装，我们都是希望换一种风格，然后让体现在大家面前。所以我们不是希望还像以前小孩一样那种。那你们觉得比较 man 的、比较成熟的这种那个代表的这种特点是什么呀？怎么样才叫 man？ 变声。那傅老师都说了想从小鲜肉转换成成熟类型，你有没有想再变一下？哎呀，还早呢，他们就应该把他们这个年纪的，他们高中嘛，那种青春、阳光，那种无忧无虑，都传递给喜欢他们的粉丝，然后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水嫩。在飞机上碰到，哎呀，其实多少有点心疼了，对，但是因为为了电影角色嘛，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应该做一些的改变。嗯，我一般在那个真实里面有没有一种释放天性的感觉？挺有的，对，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很真实，然后其实每个人都是多面的嘛，我觉得我也有比较逗逼的一面，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欢乐。嗯，所以接下来角色方面会不会像这些方面来尝试，比如说搞笑的呀，或者是哦，会啊。其实我现在在拍的这部戏就是一个比较可能会有很多喜剧元素在里面的。对，头发没有了，会不会觉得就是在造型上不会容易输给其他小鲜肉？哦，我不觉得，其实我觉得，而且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慢慢是一个小爷了，所以当然就是说可能造型会稍微少一些了，因为头发可以多变嘛，那今天我就戴了个帽子啊，稍微改变一下。所以小爷是刻意想跟小鲜肉有一点区分对吧？不是，我自己并没有觉得这样的一个是，其实很巧合了，因为小刚老师刚好说，然后刚好老炮这个电影也是各方面的契机，包括现在我剃了这个头，所以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转变吧。那我也希望能够慢慢的走上比较实力的方面，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大衣和帽子是为了配合小爷那种气质，有种那个有种大哥的感觉。对，其实主要是一身的这种还是以这个时尚好看为主吧，今天。